哦，他这道是视觉系，这道汤马赛鱼汤超级美，而且空气中有一个酸酸的味道，是西瓜棉昆布焦糖奶油。鲑鱼软、小黄瓜、法式白琥珀。介绍一下，我这道的话是来自美国的绿芦笋。那我们的上面的话，我们是做整根拿去做煎炸，然后根部的部分使用阿拉伯面线缠，然后增加它另外一个口感。有没有感觉红萝卜啊？我闻到了很浓的西瓜棉的味道。哦，这实在很难想象这道叫马赛鱼汤，海鲜的味道。嗯，哦，还有个面包。那汤品的部分是用大量的海鲜跟鱼种跟我们的螃蟹去做熬煮，那底下搭配我们的海草虾跟我们的马祖蛋菜。好漂亮的护理游戏。哦，我们下面搭配的话是有我们的意式的培根，以及广式的辣肠，以及四季豆去拌炒的一个酱汁。旁边搭配的酱汁的话是修容酱，它是一个番茄荷兰酱，上面还要搭配烟熏过的番茄。旁边的泡泡的话是温格泡泡，还有再加上我们的东坡辣子的辣油。修容酱。这边的话是我们自制的芒果青冰虾，是彰化胭脂鸭，它是用七天熟成的，它是无放血的血鸭。那旁边搭配的是我们的花椒肉汁，然后在鸭上面的话，我们在自制酱汁里面会再添加我们自己制作的四香粉。右手边是我们的甘子萝卜泥。那四香粉的话，它是用我们的香草籽、八角、还有胡椒、黑胡椒粒去做调配，所以它的味道比较重。午餐是我们的澳洲的和牛横膈膜，它的底下右手边的话是我们的绿咖喱花椰菜泥。那酱汁的话是用我们的牛酱汁跟红酒酱汁搭配点酱汁做调配，上面的话是我们的青马铃薯青橙派，那上面的话它是用我们的红黄椒跟我们的绿黄节瓜搭配我们的马铃薯，那每一片的话都沾单一去做煎烤。我第一次看到横膈膜变柱状体，变得很漂亮。上面的话会点缀点我们的黑盐，包裹着我们龙虾做的高塔。那旁边搭配的话是我们的蔬菜跟盐酱油。自己制作的风味香料辣油跟柑橘油，旁边还有炙烧过的柑橘丁，那它吃起来更有夏天的风味。龙虾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使用波士顿龙虾，我们只有用奶油香煎过。下面的话还要搭配樱花虾，那其实先用搅拌菌就做享用。优雅的吃龙虾面哦，够不够优雅呢？够优雅。本来以为肚子吃很饱，吃不下去了。如何？很浓的柑橘味道。它的面条呢？啊。嗯，面是软中带点 Q 弹哦。你看哥哥，它居然有一层油哎，你有看到吗？把师傅来试吃吧。哎，像泡沫一样的云啊！有吃到西瓜脆脆的口感，还有一个细细的冰沙。泡泡有冰沙啦，西瓜冰沙怎么有绿色的？卡片罗勒冰沙，罗勒冰沙，马告油，西瓜粒，西瓜冰沙，西瓜冻，好吃吧？新甜点莱姆988，上面那一层的话是用新鲜的凤梨加盐焗腌制过后，再以奶油香煎，再制成果冻。所以吃起来那个凤梨果冻会甜甜咸咸的，漂亮哎！哦，他好会做甜点哦。远远的看会有马卡龙，结果是达赫瓦兹。对。